That's it, that's it.啊，歹势，无啥物通甲你交代，食茶啦吼。麦多谢。来，食茶。啊，你几岁？啊，我姓刘啦，啊，我建良国中的同学啦。哦，国中的同学，哦，安尼真好真好。啊，老小姐今日来找建良，有啥物代志哦？ 其实嘛，无啥物代志啦，只是讲哦，前几工伫路下甲建良撞到，想讲有闲哦，来因兜看看的神煞，来甲阿伯阿姆拜访一下。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！龙女啊，我叫你来，你今日都唔听，佮讲我。嘿，啊，你是咧创啥的啦？无看人伫遮，你是伫，阿弟冇，阿毋是干阿滚啊，你是嘛是啊？ 啊，恁咪伫遐咧偷听阮两个讲话哦？嘿，毋正搞，转大人来。什么意思？我吼安尼毋捌注意甲你看，啊，一年半吼，你已经大人大只啊，啊，结果你叫甲要老去啊？哎呦，什么你是咧讲啥？我一句拢听无。系啊，听无袂要紧，等你厝看就知。啊，啥代志啊？唉，免急啦，有一寡代志哦，袂急哩，我像你安尼，斗斗啊是，斗斗啊是。 阿姐啊，啊有啥代志无紧讲，安尼遐神秘。我讲的啦，等你出看，你就知啦。我怎毋紧转去？ 拄只一位姓刘的小姐来恁家，小翠哦，哦，对，叫小翠对。伊是来找我呀？嗯，今日嘛咧，我无甲要来找我。你走，你哪袂来？你真礼貌。啊，足水的哦。哎呦，啊，恁是咧讲啥啦？啊，三妈妈安尼，你嘛安尼，啊，到底是啥物代志啊？阿母啊，啊，都。 建良女朋友哦，太多我来找的啊！啥？建良的女朋友？阿咪啊，你是要被讲啥啦？什么个女朋友？建良，等你甲阿爸嘛，甲坦白的，都是遐新娘的查某囡仔是恁查某朋友？唔是啦，你莫甲阿骗啦，迄男是恁查某朋友，伊要哪会专工来咱家？ 拄则坐伫只脚开工几波哩呢？遐个送车也吃亏哩呢。点啦？今仔人有去无去？建良，这敢会使食？啊！建良，咱们真是女朋友，啊，头拄好过来咱厝哦。这张电视面叫就知影啦。 建良，感谢你嘞！阿母啊，以前是正事嘞啊，你无看阿爸头到讲着老小姐的名，建良的表情安尼啊欢喜着。哎呦，迄是大代志呢！哎，欸，起安尼嘛有够害，安尼啊共留落一暗顿才对啊。我嘛直直甲留，爱就坐一个啊久，就直直吵咧等伊啊，你我毋知要安怎留啊。建良啊，哎，若真是你的女朋友吼，你连工也请来厝，阿母煮一顿较青草的好好甲请伊嘞。 哦，唔是我女朋友啦，我唔是安尼咧讲啥。哎，啊，到底是咧掠贼哦啦？啊，听着讲建良我女朋友来，我欲来看啦。是啦，啊，我哪是我女朋友啦？人未啦，人未啦，已经转去啊啦。啥？这走哦？哎呦，安内遮紧啊！ 无猜，我咧三步走，两步走了。快，哎呀，查某囡仔神色啥款？阮阿三阿公哦，是偌水嘞，有影无？我无看到啊！啊，你无看到？哦，
哎呦，啊！你这未来大家嘛有影真害啊嘿！安尼袂用的啦，你著爱把建良啊做面子。林刚哦，看这查某囡仔弟媳有时间哦，啊，你著请来厝，安尼好好甲招待一下。嘿妹，我嘛是安尼甲讲啊。安尼对，安尼对啦。哎呦，啊，这咪上诶！哎呦，巧克力多呢，送到高级的伴手啦。看，那恁林刚啊哦，你有来穿一个啊礼物哦，啊去送啦，安尼有来啊有去哦，才咪是人的嘞。嘿，这礼数哦，啊顾好，啊无这后摆若真是哦变亲情的时候，啊人讲咱这落满去咧冻酸咧湿咧咧湿困咧。哎，建良，啊迄老小姐平常时较爱食啥物？阿母来买啦。我来猜啦。啊你唔知道，就阿三姐也才知咧吼。啊，我来讲，少年人即摆在咧交查某吼，唔好想靠势。啊你唔好想讲吼，啊人查某家己生来甲处理吼，啊你着量势啊量势，哈财运的哦，啊不一定哦。是啊，就是财运的。我来甲你讲，伊唔是我女朋友哩。哎呦，你甲看啦，迄个面哦，红啊，敢若高卡床的，啊硬要进，唔是啊？你甲看卖啊！建良啊，你嘛较担当的，阿爸当地就是安怎甲你讲？查甫人敢做敢当啊，你惊啥？阿爸，我无做啥哩。对啦，人也无做啥，你嘛咧乌卡死，咧十岁高卡床三日就入门，都不能问越南个，卖他们，看下面好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中意哦，恁两个好命，连咪要做大家官啦！哎呦，我看你来讲笑，哪有紧啊？哎呦，什么咧无啊紧？这是乎你未做主嘞哦，这得要问建良才会知哦。你甲即马讲，伫当时哦要啥节啊？甲即马啉一个喜酒的啊？你足奇怪，我都甲你讲，伊毋是我的女朋友，安尼还一句来一句去。你是爱我讲啥啦？你真奇怪！哎呦，哎呀，哎呀！哦，还剩一只啦，阿你卖无？只还剩一条。喂，你问阿爸。阿七哥在家，开始啦。哎，别乱讲，别乱讲，阿爷你家是谁呀？家的小弟啊。天哦，实在有影啊！啊，阿当巧克力豆嘛，无咱来分人啦，阿当来转讲下咧。来坐啦，来来来来来来。司机啊，好，欢喜欢喜。对啊，咱讲这哩讲，我看恁两个阿婆安尼暗爽在心内吼，啊，其实我是感觉怪怪啦，啊，唔知通讲无，啊，无讲我阁感觉家摇家摇哩。我是恁家摇啥？脾气家就吹。你也想看卖，迄一个查某囡仔人哦，啊，无人甲伊做伴，啊，敢生来甲这。啊！恁建良，我讲安尼，嗯嗯嗯嗯，嘿，这唔知哦。哎呦，是安怎啦？唔知少年人较冲动哦，啊，怎啊那个？什么？你是讲迄个？哎呦，是安怎紧讲啦？看啊，反正哦，这个建良哦，甲这个查某囡仔哦，已经行真久啊，啊，惊你两个妈哦，唔敢讲的款。啊，唔是干那安尼尔啦，我是咧讲这查某囡仔，唔知已经。你是讲伊有较大个，还是尻川斗较大哟？迄袂要紧啦，尻川斗大吼，较贤生啦。我也说唔知，当看啊，香香，我连伊都生狗尾啊，到底。哎呦！我敢要结果讲迄许啦，我是讲惊迄查某囡仔，伊唔知诶，去住伫迄乌日的边仔无啦？啥物货？你住乌日啦？乌日是啥啦？乌日边仔都大多啦。啥？啊？哎呦！啊，这建良安尼，嘛唔出声。哎呦，这凄凉的啦！哎呦！哎呦！那有可能？嗯，讲啊，我都无可能的。哎，建良即摆少年人火气登旺，下过都有呢。嗯，看啊，你唔通讲无可能哦，有哦，哎，有可能哦。啊，但我少年嘛是安尼。我甲你讲啊，迄查某囡仔哦，摕一张纸纸啊，找甲安尼，找甲咱这龙华起来哦。嘿，建良，我教伊人实在有情话，真好。啊！你是讲啥真牛啦？做人老伙讲这款话，那一个查某囡仔，哪会使安尼啦？啊，都袂使，我好使了。嘿，迄当初时哦，阮芳啊嘛是生来甲落毛去找我。哦。迄时阵巴肚都遮大粒嘛，你讲啥事啦？啊，袂啊，啊巴肚尖尖啊，对哇，肥肥的咧。哎呦，你哪咧这么计较？你讲，你讲，听你讲嘛来讲。阿都会啊，你惊人知吼，大家都嘛知。啊，跟你讲，跟你讲。
什么代志啦？无啦。无啦。那有什么代志？看啦，来饮茶去。哦，饮茶。阿爸阿母，恁若有啥物代志哦，就直接讲啦。恁安尼，我想要做功课啦。无啦，阿多。阿多吼，阿多，哦，迄巧克力都好食无啦？巧克力都恁无去问阿平，物件拢歹食去。对吼，问阿平啦，问阿平啦。阿平哦，阿平啊，阿平，阿平无伫个啦，无多人问阿平。迄巧克力都阿歪。一条给咱吃呢，拢伊家己一人吃吃。哦，我看哦，我直接甲恁讲好啦。我甲小翠，阮两个只不过是普通朋友尔。好啦好啦，我老实甲恁讲，比普通朋友搁较好淡薄。你唔捌甲小翠相亲？哎呦，你敢问啊直接啊！我倒是要哪问啦？咱囝虽然讲较少的哦，但是哦，正好，这好代志，好代志嘛。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叫人下摆查某囝仔是安怎做人？这款代志哦，这款代志哦是无法度能够控制他款啊。小蛋小蛋，这款代志是啥物代志啊？想讲哦，我感觉哦，咱先甲小翠带进门啦，安尼吼，对因的爸母唔只一个交代，啊无，后摆腹肚愈来愈大粒，歹看啦。哎，啊你搁笑会出来呢？好好，阿爸阿母，我看哦，我一定爱甲你讲个清楚。啊！若我会啊嘛，就无我著做功课啊。我甲小翠是比普通朋友搁较好淡薄啊。啊，阮两个即嘛有伫咧交往。要毋过，阮无做恁想迄款代志啊。阮两个是亲亲伯伯，安尼应该袂。你是讲小翠无大巴肚？安尼就好啦，安尼就好啦。我会讲拢讲啊，拜托啊，我好好做功课啦。我明仔我考试着。见了。你即嘛是讲你甲小翠连牵手也唔捌？哎呦，天啊！好，入来啦。那到底是有啊无啦？有啦！哎呦，莫问啊啦。啊，你伫咧看啥？那有。无，咱来食物件好不？我袂枵啦。啊，是要来食饼？免啦，你先回去啦。好啦，我先来等啦。国中到今嘛，恁拢有联络，恁感情敢袂歹吼？伊甲我读同一间学校，啊，因兜嘛离阮兜足近的，爸母阁有熟悉，所以阮比较较熟一点嘛。哦。啊，不过阿公，阮只是同学尔。只是同学尔。我让你吃醋，这哪有什么醋好吃的啊？可能你吃醋，虽然我有小可不甘，不过
我心内真欢喜。嘉欣，帮主教，再见。